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阿弥陀佛。好，我们现在讲的是《大圣妙法莲华经》那么我们要进入经文那经文里头呢，我们都往往从什么序分开始序分。那序分里面呢，会有所谓的通序跟别序通序呢，就是几乎是通所有的经典，所有完整的经典了哈。那表示有一些是不完整的哦，比方像《心经》完整不完整啊？不完整，它只不过是般若经里面的其中一品，对不对？像《普门品》它也是不完整，因为它是《妙法莲华经》里面的其中一品嘛，对不对？那只要是完整的一部经典，我们是不会发现说都会从什么？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哪里哪里，有什么样子的众，那这个其实呢就包括了六个成就，信闻识主触众的六成就，就如同我们现在办任何的活动，其实也要有六成就信的成就就是必须是有公信力的地方。比方我们要宣说佛法，人家就会问说是哪一个单位主办，有没有？哪个单位主办，我们就会知道哦，这个在佛教界到底是正信还是非正信，我们是不是稍微可以去打听一下？信，那闻就是要做什么？让人家能够听闻见闻，可以透过文宣的方式，透过 DM，透过网站，或者透过请帖，或者透过。电视种种是不是也让我们能够听闻得到、见闻得到？那要标示出时间、地点，还有说法的主到底由谁来主讲？是不是影响也会很大？某某人主讲，我们比较熟悉那我们是不是也会起了一种想听的心呢？信闻识主，对不对？时间。要先定出来，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忙碌的时间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会去排时间，要排出那个到底是哪一个时段，由谁来讲，在什么地点讲，对不对？在哪一个地点讲，然后呢，听众有没有限制？像讲经说法的法会，大概听众都没有什么限制，只要有心想学想听，是不是都非常的欢迎啊？那但是如果是高中夏令营、大学大专夏令营之类的，是不是就要限制啊？那个对象限制，对不对？众本身会限制，那如果讲经说法的法会，大概就没有什么限制，好，所以呢，我们说就像佛陀每次的讲经说法的法会来说的话，那更是一定会有这六个成就。从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哪里哪里，有什么样子的众，那当然，这个呢，也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记载说，当然所有的经典都是由佛陀来宣说但是呢，因为在当时候并没有文字的记载那一直到佛陀要涅槃的时候，阿难是佛陀身边的侍者。他知道佛陀即将要涅槃，这个心里非常的伤心难过。那么他旁边就有位长老，就在劝导阿难说，这个时候不是你，伤心，在哭泣的时候，你是多闻第一耶，阿难是不是也是佛陀的十大弟子，多闻第一，所以呢，你将来负有，流通。佛法的责任，所以这个时候应该赶快去请教佛陀才是那佛那个阿难一听也确实如梦初醒啊，就赶快请教这位长老说我现在的心很乱，我也不知道到底要请教佛陀什么事情那么这位长老就教他说，其实你要问四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因为佛陀在世我等呢就依佛而住。但是佛陀灭度以后，依何为住啊？那这是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啊？所以呢，佛陀那个阿难呢，觉得确实这个是应该赶紧去问的所以呢，
哦，那好，就一一的去佛陀面前去请教，啊，所以第一件事情，那么佛陀啊就回答啊说，如果啊，当然佛陀在世的话，依佛而住嘛。那如果佛陀不在世呢，当依什么四念处为住，啊，依四念处为住，就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啊，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啊。好，那第二件，啊，佛陀在世的时候呢，依佛为师，那佛陀灭度以后呢，依何为师啊？啊，那么佛陀啊，这件事情当然阿难也去请教佛陀，佛陀就告诉他说，啊，当佛陀灭度以后，你当依戒为师，啊，依戒为师。啊，第三件事情呢，佛陀在世的时候啊，一样也会有恶性比丘啊，啊，由佛陀来调伏。那么佛陀灭度以后，那怎么办？啊，怎么去调伏呢？啊，佛陀在世还有佛来调伏啊，所以佛陀在世的时候是不是一样有恶性比丘啊？一样啊，啊，并不是佛陀在世就天下太平了啊，一样啊，还是有恶性比丘啊，所以呢，佛陀就告诉阿难说，啊，那么恶性比丘呢，啊，汝等呢可以不管他，随他去吧，啊，莫病。莫病，啊，第四件事情呢，那么要请教的是哈，啊，那么阿难就请教佛陀说，佛所说一切一教呢，理当要结集啊，结集成经典，但是在经典之首啊，啊，应该安何语？要安放何语？啊，以取信于天下后世，啊，要用什么语言呢？那佛陀就回答说，一切经首呢，当安如是我闻佛在啊某处与弟子若干众这些，所以这个也就是第一件事情，叫做尊佛遗嘱啊，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哪里哪里啊，有什么样子的众，那这是不是佛陀的遗嘱啊？啊，因为都是佛陀临涅槃之前阿难去请教啊，所以第一件叫做尊佛遗嘱啊，尊佛遗嘱。虽然问了四件，第四件才问到这个事情，不过前面三件事情是不是也都是我们的啊，也都是我们的遗啊，这个想问的部分啊。好，那第二件事情呢啊，因为阿难啊，他在后来真的他结集经典嘛啊，优婆离做结集什么律典。啊，所以阿难呢，在结集经典的时候，他就高声法座，啊，而且阿难他长相庄严哦，啊，他相好庄严如佛，啊，因为阿难他是佛陀的什么堂兄弟、堂弟哦，啊，都是世家族，啊，都长相非常的庄严，那可能大众就会起了疑问，啊，那疑问什么呢？啊，会怀疑说，哎呦，是不是佛陀再来？啊，佛陀重现，啊，第二呢，啊，也会怀疑啊，不晓得会不会是他方的佛来到这里，啊，第三呢，啊，可能会怀疑说，难道阿难成佛了吗？啊，会不会这样怀疑啊？啊，因为他长相太庄严了，啊，所以呢，一旦听到啊，如是我闻等，这个是不是由佛由阿难来讲啊？如是我闻。那么表示这个只是阿难的什么听闻来的，啊，如是的来怎样为我们来宣说，啊，所以我们相信不相信，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就是阿难他要有公信力，对不对？阿难能不能结集经典，一方面他是十大弟子里面的多闻第一，再一方面也是大家公认的，啊，他记忆非常的好，而且这个伺候在佛陀的身边都没有离开过，啊，佛陀35岁成佛，55岁阿难20岁的时候他来当侍者啊，那这个又经过了这个25年算是多少25年啊，那么之前的20年，那么也怎样也由佛陀哈，啊，在私底下的时间要补充前面所讲的，所以阿难的他记忆非常的多啊，所以呢由阿难自己本身来宣说，也要从如是我闻，如同以下的这些所说的这些事情都是由阿难，这个我指的是谁？阿难
阿难尊者呢从佛陀那边听闻过来的，啊，是从阿难那边，从佛陀那边怎样听闻过来，啊，所以呢，阿难啊，在结集经典的时候，从如是我闻做开头的时候呢，那么是不是也断了众疑啊？就不会怀疑啊，不会怀疑说是佛陀再来啊，或者他方佛跑来，或者阿难成佛了吗？啊，并没有，都不是，而是由阿难来怎样来代佛宣说，对不对？他所记得的部分啊，来为我们来宣说啊。所以呢，第二呢，啊，会断众疑啊。在一方面，第三呢，习争论啊，因为阿难尊者呢，那么跟大众来讲都是齐等的啊。那么一切经典呢，悉从佛闻啊，非己见来自说。这些，就是说，阿难所宣说的这些啊，佛陀所说过的话，不是阿难自己本身的意见，而只是怎么样照本宣科，是不是？佛陀曾经说过的啊，那么由阿难呢，他记忆力特别好，那么来啊照本宣科啊，那么这个也能够怎样习争辩啊争论啊，免得大家七嘴八舌，有的人说这样，有的人说那样啊，当然也可以提出一些意见呐、啊，但是还是以阿难为主啊，还是以阿难为主啊，啊是因为由他来结集经典啊。第四呢，那么这个意外道。也就是说它会不同于什么其他的经典啊，只要看到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哪里哪里啊，那我们会知道这个都是几乎都是什么都是佛经啊，因为在当时候佛陀的时代有96种外道啊，啊那外道呢也都各有他们的什么经典啊，那他们的经典他们如何去辨别是哪一道的经典，那么都有自己的一个什么啊，有点像符号或者记号一样哦，那以佛经来说的话，啊、哦，大概都会从“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哪里哪里”，啊、哦，有什么样子的众，啊、哦，好，所以呢，这个就叫做什么通序，通所有的佛经，啊、哦，只要是完整的经典，哈、哦，大概八九成以上，啊、哦，大概都会用什么，都会如是的来用，哈、哦，“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哪里哪里”，啊、哦。好，所以我们也发给大家这个《妙法莲华经》有没有经本啊？也可以请大家开始翻开来看经文了 啊看经文哈。啊，那当然我们也有这个课本哈、啊，也有课本啊。所以呢，这个序哈、啊，以这个序分来说的话，通序啊，大概先从这六成就啊。如是我闻一时啊，那这一时呢，以印度来说的话，因为它比较不注重历史年代的记载啊，所以它大概就是用一时啊。再一方面呢，因为这个都是过去的啊，当阿难在宣说这些的时候，是不是都已经成为过去式了？佛陀在世的时候所宣说的法嘛啊，这方面他们又不注重历史记载啊，再一方面他不是。将来要办的一件事情，如果是未来要办的一件事情，到底是哪一个时间，是不是就很重要了？啊，因为我们要共同去啊，去这个调整时间啊，来看看能不能参与啊。那这个都是过去的一时啊，曾经有这么一个时段啊。再加上，因为佛陀宣说佛法来说的话啊，可能也不一定只有在人间，佛陀也曾经到倒立天去。啊，那像到倒立天的这个时，是不是也很难说啊？哎，所以呢，就总说呢，就说就用一时，啊，用一时。那么，说法的主啊，当然就是佛陀，佛陀，啊，所以呢，所谓的佛，啊，所谓的佛呢，他是一位大觉者，自觉觉他到什么觉行圆满，啊，到觉行圆满，啊，我们之所以学佛啊，那么有一个很重要的。啊的一个我想的一个起心动念，往往也是一种觉悟的心，是不是？觉悟什么事情呢？好像不是只有生活的这一切啊，当我们面对生死的问题的时候啊，会不会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比较大的撞击啊？啊尤其是至亲好友啊的骤然去世，对不对？去世的话，我们会不会是一个很大的撞击
啊，一听到某某人忽然间走了，啊，或者很意外的走了，或者是生病走了，啊，种种的，这个是不是也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平静的生活里头是不是也会有一些起伏啊？于是我们多少也会去想到，再加上最后是不是我们终于自己也会要走啊？啊，哦，终究呢也会等到自己本身啊，也会面对什么生死的问题，所以这个都要有一点觉悟的能力，啊，都要有一些觉性、觉醒，啊，所以我们所谓的觉就是什么菩提，菩提心，菩提心就是一份觉悟的心，从觉醒的心、觉性的心开始，那么就有机会踏上成佛之道。对不对？从菩提而三菩提，而三藐三菩提，到成佛的什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个也是一个过程啊，啊，所以所谓的佛啊，那么就是已经圆满了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一位至高无上啊圆满的什么大觉者啊，那么我们尊称他为佛陀，佛陀啊，好。那么佛陀哈，这一次哈，在讲《妙法莲华经》的这个法会当中呢，啊，在什么地方呢？啊，那么正好是住在什么王舍城，啊，奇蛇窟山中，啊，那么也就是所谓的灵鹫山，王舍城的灵鹫山，啊，灵鹫山里头，啊。那么我们11月底、12月初会去啊印度朝圣，那么必然也会去王舍城的灵鹫山，啊，那灵鹫山那里看起来不很大，啊，并不很大，那并不很大呢，这是不是世俗的现象在看呢，啊？在比大小啊，啊，因为后面呢我们会发现它的重很多很多，我们会想说怎么容得下去呀，啊？啊，在现象上我们是不是就开始做比较？啊，那说实在，这个都还只是全巧的部分而已，是不是还是相待的？啊，那其实呢，啊，真正的佛陀在世的话呢，其实可以进入觉代。啊，你看这个那个什么，一颗戒指可以纳入一个什么须弥山呢，啊？大小其实啊不完全都是相待出来的。啊，那么如果能够去体会到真理法则涅槃啊的那个境界的话呢，其实无所谓大小，啊，所谓的不二是不是就应该不大不小啊？啊，啊，我们在相待的世间现象里头，是不是有大有小？大小是不是比较出来的？其实大小是比较出来的，啊，如果能够深入法性的时候，进入所谓的不二的时候呢，其实应该是什么？是不大不小，叫做融然一体。哦，叫做融然一体，有没有？善恶或者生灭，哦，最经常讲的就是什么生灭嘛？有生有灭，是不是从现象来谈？不生不灭呢？加了不，它是要从什么法性来谈？啊，因为它充满了什么否定式的符号，那。一旦从法性来谈的时候呢，就是要深入因缘法，用因缘来看，生灭本身是融然一体的嘞。生中有灭，灭中有生，乃至于这里的界限都还可以不断的去怎样去破除。不然的话，我们一直都是很局限性的。啊，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啊，生机盎然，灭的成分很少。对不对？但是在生活的过程里头，我们是不是都一定要步入所谓的生老病死的过程啊？啊，虽然现在是活生生活着，但是我们是不是都会含藏着灭的倾向啊？叫做生中有灭。啊，一个人往生之后呢，是不是又灭中有生啊？啊，灭了之后，其实还有机会怎样再升起？哦，所以这当中呢，是不是融然一体啊？所以大小也如此啊，哦，所谓的大小，在现象上在比大小，实际上呢，其实它也是看在什么样的因缘里头比大小嘛。
哦，我们说小可以小到，啊，小而无内；大到怎样？大而无外，是不是？啊，其实没有绝对的大小的问题啊。所以呢，透过法性，透过因缘法来看，其实它是融然一体的，才有机会从相待而进入什么绝待。哦，的这份绝代呢，其实就是透过因缘法而有机会理解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呢，它是绝代的，哦，它是绝代的，哦，它是完全平等的。因为我们在 相对立的状态之下呢，其实是难以平等，哦，是摆不平的了，哦。好，那么我们再看看哈，因为在就是在王舍城的什么灵鹫山，哦，我们比较熟悉的啊，它叫做奇蛇窟，啊，奇蛇窟山，也就是所谓的灵鹫山。好，那么这里有很多很多的众啊。那么在我们的这个课本里面的第76页哈，第76页呢，它这里列众，列众。好，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众有多少哈，因为它这里列了一个这个表，我觉得还蛮好用的哈，因为它在大众当中有内户的众，有外户的众。哦，内户里头有什么？有声闻，有菩萨，哦。那么在声闻里头呢，有比丘，有比丘尼，啊，比丘里头有有名的高德，还有无名的大德，啊，那么都会有他的列数啊，啊，他的数量，啊，而且呢，都还要叹德，啊，赞叹他们的这个德行，啊。所以呢，76页的77页这里是不是有看到这样的一个表哈？然后我们再对照到78页，就可以看到先列数说，与大比丘众有没有12000人聚？啊，大比丘众就有12000人哦，这么多，啊，共处一处，啊，就是当时候的与会的大众啊。大比丘众呢就有1200人啊，那么叹德啊，就是赞叹他们的德行，皆是阿罗汉啊。所谓的阿罗汉呢啊，都是4果以上的圣者，所以他诸漏已尽啊，无复烦恼，待得己力，尽诸有劫，心得自在啊。这是阿罗汉的特质啊，已经到4果。我们说登出果啊，正出果啊，正出果也就是超凡入圣啊，正出果是最困难，之后2果3果4果势如破竹啊，啊，是必然的啊。那主要呢就是因为诸漏已尽啊，啊，我们都是有漏的凡夫众生嘛，对不对？我们为什么会有漏呢？就是因为我们有执着有烦恼啊。我们的漏漏在哪里？漏在我们的执着跟烦恼啊。所以一旦漏尽呢，它自然就无复烦恼啊，而且呢，自己能够获得什么？自己可以感受到这个深受其利啊，啊，因为没有烦恼是何等的清净自在的，对不对？啊，主要是因为他怎样尽诸有劫，啊，因为我们说所谓的出果，啊，出果圣者要先断3劫，啊，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劫，把我们劫在哪里啊？在生死流之中啊，啊。所以呢，出果他断3劫，啊，到了2果3果呢，啊，他还要去除掉这个5下顺分劫，到4果呢，还要断除5上顺分劫，总共要断掉10劫呢，所以叫做尽诸有劫。啊，我们因为有所劫，就会被束缚，就不得自在。啊，阿罗汉呢，因为他尽诸有劫，所以能够怎样心得自在。啊，也才能够心得自在啊。然后呢，在81页这里就可以看到列名，啊，把这些有名的哈，啊，这些比丘啊，叫做有名高德啊，啊，那么他们这些都比较属于我们有机会去认识的哈，啊，像阿廖乔成如，啊，最后来这个受度啊，那么摩诃迦摄啊。优罗频罗迦摄啊，伽耶迦摄，这里有3迦摄啊，那提迦摄啊，还有舍利弗、大目犍连啊、摩诃迦旃延、阿廖罗陀啊、杰宾那、乔梵波提、离婆多啊、毗陵
揭婆娑啊，婆居罗，摩诃俱悉罗啊，难陀，还有孙陀罗难陀，富留那弥多罗尼子啊，这些都是有名的高德，对不对？啊，那这些我想我们也不一一介绍了哈，我们都知道这些都其实都是佛陀的大弟子们哈，然后有须菩提、阿难呐、罗侯罗哦，所以如果经常结缘的话，就认识哦，被认识的机会就多了，是不是？啊、哦，那如是众所知事有没有？这些都是不是属于大阿罗汉呢、啊？啊、哦，大阿罗汉，那大阿罗汉呢，就是所谓的无学，啊、哦，无学，就是也就是说他这个所学已尽呐、啊，泛恨已令，啊、哦，已立啊、哦，不受后有啊。啊，他可以不受后有，但是呢，还有一些有学无学啊，二千人，刚才已经一万两千，再加上啊，讲不出名称来的还有二千人哦、啊，哦，所以相当的多，哦、啊，那以上都还属于什么比丘众，那接下来呢就是什么比丘尼，啊，比丘尼有摩诃波舍波提，比丘尼啊，也就是。佛陀的姨母，啊，那么除了佛陀的姨母之外，还有与眷属六千人聚，啊，六千人聚，所以加起来已经多少？已经两万人了哈。啊，那么罗侯罗，啊，是佛陀的儿子，对不对？罗侯罗母耶稣陀罗比丘尼，啊，耶稣陀罗也出家，那么亦与眷属聚。啊，也跟很多的法亲眷属，啊，那么都合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这大约有两万人哦，这还都属于什么声闻众啊，声闻众，那之外就是菩萨众，啊，菩萨众，所以菩萨众那么也有他的列数，啊，菩萨摩诃萨八万人呐、啊，十万了，对不对？嗯。我们在这边算数字还是着相的哈，着相才会算数字，嗯，数字是不是跟相一定会结合在一起？啊，如果我们说这算这些数量，是不是也是一个相待的现象啊？啊，进入这种绝代的话，根本就无所谓数量不数量啊，啊，好，那这些菩萨们呢，啊，都叫菩萨摩诃萨，那都是大菩萨啊，都是大菩萨。所以呢，他们的德恨啊，所以会叹德说：“皆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皆得陀罗尼变啊乐说辩才啊转不退转法轮呐 啊供养无量百千诸佛啊于诸佛所执众德本呐 啊常为诸佛之所称叹啊，也就是说这些菩萨摩诃萨。”啊，菩萨摩诃萨来说的话，都是大菩萨了，啊，都是大菩萨。我们说菩萨啊，大概会有三个阶位，是不是？啊，从凡夫菩萨啊，我们都是凡夫菩萨，为超凡入圣之前，是不是都凡夫菩萨？超凡入圣之后呢，叫做圣贤菩萨，啊，那么圣贤菩萨可以从初地一直到什么七地的圆满，能够称为菩萨摩诃萨呢？那么都是已经什么八地以上的大菩萨，所以在八地以上的大菩萨来说的话呢，他们会是行上的不退转了，啊，所以光是不退转来说的话呢，其实有很多有几个阶次啊，哈，如果这是啊成佛之道来说的话。那么我们从发菩提心，开始踏上成佛之道，第一个阶段一样哈，是超凡入圣，无生法忍。到成佛，那我们的不退转哈，有其实有几个不退转的位哈，一个是信的不退转。信的不退转就是要怎样实信的完成哈，乃至于七信以上才叫做什么信上的不退转，其实不止
实信还要怎样实住实行实回向。好，然后呢这个还属于什么资粮位的哦。还必须再加上什么加行位。加行位就是在法性空慧上的努力啊，那么要经过暖顶忍。是第一。是第一。世间里面的最高的法了，即将跳出去了。啊，所以我们说在这个之这个以下呢，其实我们被世间所束缚。世间所束缚。对不对？也就是被生死所怎样所束缚。所谓的世间呢，包括了时间跟空间。我们是不是随时被时间束缚住，被空间束缚？我们分身乏术嘛，对不对？一天一天的老化，是不是被时间束缚？到老化到不行的时候就死掉嘛，对不对？生老病死，我们每个人都受到这样的束缚。啊，那要跳脱出来的话，必须修什么？资粮，修福报，修什么智慧，加行修智慧。好，但是能不能完成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第一个信上要不退，信不退才能够继续不断。到这里呢叫做什么位不退，到这里呢行不退。我们刚讲的菩萨摩诃萨在这个阶位哈，菩萨摩诃萨八地以上的菩七地以上的菩萨，从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然后成佛，这个过程叫做什么圣贤菩萨。以下叫做什么凡夫菩萨，但是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发菩提心。我们讲菩萨，菩萨如果不发菩提心就不名为菩萨，因为菩萨就是菩提萨埵，菩提萨埵发菩提心的什么有情众生啊，所以他会有这样的几个阶位。所以菩萨摩诃萨都算是非常高的阶位哦，啊，算是非常高的阶位啊，因为他在成佛的道路上呢，其实他不再退转，他不会再退转，因为已经到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位，啊，也就是他必然成佛，啊，因为我们说在我们行菩萨道到二大阿僧祇劫满的时候，必然能够蒙佛受记，有没有？为什么能够蒙佛受记？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第七意识的俱生我执消除了。啊，那么剩下的就是什么分这个变异生死。啊，在那个之前呢，在第二大阿僧祇劫以下都要分段生死。啊，要分段生死呢，那么就不一定不退转，在行上不一定不退转。啊，因为在过程当中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困难。啊，因为菩萨本来就是要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啊，对不对？有时候不一定过得了这个关啊，哈。但是呢，如果是到了啊菩萨摩诃萨来讲的话，啊，他势必成佛，啊，要他不成佛都很困难了，啊，都很困难，啊，是因为已经没有什么，没有任何俱生我执的杂染，剩下的就是俱生法执的解决就好了，所以他可以分身无数亿，啊，就像大悲观世音菩萨、大愿地藏王菩萨，对不对？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啊。那么大恨普贤菩萨，这都是属于什么菩萨摩诃萨，所以他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来讲的话是不会再退转了，啊，所以他皆得陀罗尼啊，啊，他因为他这种都有相当定的能力啊，而且他能够怎样乐说辩才啊，转不退转法轮，啊，他可以不断的去这个转法轮啊，而且呢可以不退转的法轮。我们如果是凡夫菩萨，其实我们经常也是会退转的，是不是？哎，因为这个道心道业哈，要
要能够稳固确实不容易哈，因为在现实的环境里头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什么考验的哈。好，那当然这都属于高果位的菩萨啊，所以他们也就有能力去供养无量百千诸佛啊。要碰到一位佛的出世呢是很不容易的啊，就像我们的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呢，那么要等到什么弥勒菩萨成佛要57亿年呢啊，这多不容易啊。所以要执佛出世本身就是非常困难的啊，所以《金刚经》里面也讲过啊，释迦牟尼佛过去世有没有？不是只有在一佛、二佛、三四五佛，是根本就在无量佛所呢，已经种诸善根了。啊，所以呢，这是不容易的哈、啊，要碰到一佛、二佛、三四五佛都已经很困难。不过我们都算是非常有善根的善男子、善女人呢，对吧？我们起码我们啊，得值遇到什么释迦牟尼佛，对吧？啊，或许我们过去也有很多的诸佛，我们也碰过，也说不定啊。啊，那主要呢，就是说这些果位高的，他们都供养过无量百千诸佛啊，而且于诸佛所有没有啊，执众得本啊，啊，执众得本，其实已经下了很多很多的什么善根因缘啊的这些种子啊，所以呢，常为诸佛之所称叹啊。不止我们去称叹诸佛，诸佛也会来称叹啊众生啊。为什么诸佛要称叹我们呢？一方面也是一种鼓励啊，啊一种嘉许啊，希望我们能够以此来修身，有没有？善入佛会，通达大智，道于彼岸啊。那名称普闻无量世界，能度啊这个无数百千众生啊，啊，就是说所谓的菩萨，啊，所谓的菩萨呢，要悲智双运，有没有？所以呢，要以慈修身，啊，善入佛会，是不是？这是不是悲智双运呢？慈悲跟智慧，啊，是为了怎样通达大智？啊，因为我们说，哎，在学佛三要里面就讲到一切智智相应作意，有没有？以佛智，一切智智指的是佛智。啊，大智是不是也指的佛智啊？自然智、无私智，这些是不是都属于佛智啊？啊，就是说我们所发的心要大啊。那么导师也告诉我们啊，我们发的心啊，要属于上上的心，仅得其中啊。如果我们只是发中中的心呢，则得其下啊，可能都连中等的那个机会都没有啊。所以我们要发的就要发什么成佛的大心。哦，过程当中呢，点点滴滴啊，从此岸到彼岸，从此岸到彼岸，所以我们首先就要从凡夫的此岸到什么圣者的彼岸嘛，这是不是第一个阶段呢？啊，然后我们才有能力啊，才有机会呢，慢慢的登地，登初地、二地，一直不断的怎样，能够上升啊，能够进步，那这些也都需要什么啊善哎叫做。信静念定慧的五根五力有没有？啊，要有信心，对不对？要有精进的心，要有念心，有定心，还要有什么慧心？啊，慧根啊，这些能够不断的支持着我们啊，在学佛的道路上呢不退转。啊，所以这个都名称为什么？普闻无量世界啊，能度无数百千众生。啊，菩萨呢？他没有任何的限制啊，只要能够有因缘，他都会随缘尽分的去做啊。所以不管在哪一个空间，不管是面对所啊哪什么样子的众生，那么都是菩萨呢他所要去做的啊。那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哈、啊，那么也有很多的什么大菩萨哈、啊，因为他们这些都属于什么，都属于菩萨摩诃萨啊，所以呢也列名总结有没有啊，也列出他们的名号来啊。菩萨摩诃萨呢其名曰啊文殊师利菩萨啊，以智慧为主，对不对啊？观世音菩萨啊，以慈悲为主啊。得大势菩萨、常精进菩萨、不休息菩萨啊、保长菩萨、药王菩萨、永师菩萨、宝月菩萨啊，还有月光菩萨啊、满月菩萨、大力菩萨、无量力菩萨
啊，还有月三界菩萨，啊，跋陀婆罗菩萨，还有弥勒菩萨、宝积菩萨、导师菩萨、如是等菩萨摩诃萨八万人聚，哦，仅仅18万人，好多，对不对？所以真的，我们去了灵鹫山，我们就会看，哇，这么多怎么容得下？哦，说实在，这些大菩萨们，他不见得都是像我们凡夫众生的身心这个样子，对不对？他们有的化为无形啊。而且比方一些大菩萨他还可以分身无数亿的，还不止这10几万而已啊。好，那这些都属于什么声闻，还有什么菩萨，这个都比较属于什么内护，还有外护者呢，就是属于世主众，有人跟非人，有一些非人。何谓非人呢？就是天界，天界的这个天道的众生，还有飞天哦，天龙八部，还不完全是属于天道的，所以呢，在我们的98页，课本的98页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欲界的天众，欲界的天众。那么尔时释提桓因，释提桓因就是在哪里啊？在倒立天的天主，对不对？与其眷属20万天子聚啊，他也带了20万天子来到这个地方。当然我们想到天界的众生大概还不至于占什么位置了，因为他们大概都是比较虚无缥缈的感觉。那么富有明月天子、普香天子、宝光天子四大天王与其眷属、万天子聚、这些都属于什么天人众哦。那之外还有自在天主天子、大自在天子与其眷属呢3万天子聚、现在在算这些数量就已经没什么太大意义了、因为这些天众呢来讲的话、他们都有神通、都可以来去自在无碍，他们也不一定需要去占那个空间的、那这个都还属于什么色界、属于欲界、欲界的天众。接下来在100页的地方有什么色界的天众、色界天众。那么娑婆世界里头、有主梵天王、湿气大梵、光明大梵等、这属于什么色界天众、与其眷属呢12000天子聚、有这么多、色界的天众。还有呢就是龙众、龙众。那龙呢算是什么畜生当中最为尊贵者、那么这个也是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想象、我们都说我们是龙的传人，有没有、到底龙长什么样子其实我们也都没看过、因为龙它有点，它虽然好像是畜生，但是它跟什么跟这些鬼神都还是能够 结在一起，有所谓的什么天龙八部、所以这里讲到说有八龙王、有八个龙王、也就是所谓的南陀龙王、拔南陀龙王、梭伽罗龙王、何修吉龙王、德叉迦龙王、阿那婆达多龙王、摩那斯龙王、优婆罗龙王等、有这八龙王，各与若干千百、百千眷属俱啊。这都属于什么龙众，龙众。那所谓的天龙八部就是包括了龙众，还有什么紧那罗众，紧那罗，那还有这个钱达婆啊，欧修罗啊，这些都属于什么天龙八部的，迦楼罗还有人王众，这些。所以呢，包括还有这个紧那罗众，有四紧那罗王。所以在紧那罗里头也有紧那罗王啊，有四位、叫法紧那罗王、妙法紧那罗王、大法紧那罗王、持法紧那罗王、各与若干百千眷属俱，他们都不只是来八位龙王或者4个紧那罗王、都还带着什么百千眷属共同来、所以呢，这个所谓的紧那罗、它是一种歌神、能够唱非常好听的这种歌声的这些、天人众、
那钱达婆呢？钱达婆哦，他属于乡神，乡神哦。那钱达婆哈、哦、也有四个钱达婆王，钱达婆罗哈、哦、婆王啊、哦，有乐钱达婆王、乐音钱达婆王、哈、哦、美钱达婆王、美音钱达婆王，各与若干百千眷属聚啊。好，那之外呢，还有阿修罗众啊，有四阿修罗王。啊，婆智阿修罗王啊，奇罗瑟陀阿修罗王哈、啊，那毗摩直多罗王阿修罗王，罗侯阿修罗王，各与若干百千眷属聚啊。那之外呢，还有迦楼罗啊，迦楼罗呢，它是一种金翅鸟。啊，大鹏金翅鸟哈、啊，在想大概有点类似凤凰之类的吧，啊，凤凰到底长什么样子？大概应该说跟这个大鹏金翅鸟哈、啊、有点雷同啊，所以呢，它也有四个迦楼罗王哈、啊，那么大威德迦楼罗王哈、啊，大神迦楼罗王，大满迦楼罗王，如意迦楼罗王，啊，各与若干百千眷属聚啊。啊、所以非常多了哈，那还有人王众啊，人王啊，所以他包括了有天有非天，还有人啊人，那当然非天众呢也可以说是非人的部分哈、啊，那之外呢就是有人王众啊，人王众，那人王众呢就是有韦提西子阿舍世王啊，与若干百千眷属聚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韦提西啊，韦提西子啊，韦提西子呢就是阿舍世王，阿舍世王，那么他就是频婆啊，频婆沙罗王之妻啊，韦提西啊，啊，这个在《观无量寿经》里头是不是有谈到啊？哎，啊，阿舍世王呢，他这个想要夺王位。啊、所以他要害死他的父王，对不对？韦提西、啊、是他的母后、啊、那么就这个啊，这个阿舍世王把他父王怎样关在那个牢里头去嘛，对不对？结果只有他的这个母后、啊、偷偷的带东西进去，他本来想把他饿死啊，想要把他害死啊，结果这个韦提西啊，他的妈妈还有他的父王是不是非常伤心难过啊？啊，竟然自己的孩子会想要害死他啊，所以他也因为这样子而去求见佛陀，对不对？那虽然关在那里，佛陀是不是照样能够去啊？啊，所以呢，韦提西子哈、啊、阿舍世王，那么当然后来哈、啊，他等于做这样的事情哈、啊，那么其实又是这个说实在哈、啊，也是叫做弑啊，等于是杀父杀母啊。啊、所以呢名为卫生院啊，卫生院，那么他当时候呢也跟啊这些若干百千眷属呢也聚合在那个地方啊，所以这么多的这些百千眷属还有啊与会的大众们各礼佛祖呢，佛祖啊退坐一面啊，退坐到一面去了啊，那么大家其实都非常的啊有礼貌的啊，那么共同的来啊要听佛陀来宣说佛法啊。好，那以上这个都属于什么通序？通序啊，所谓的通序呢啊，就是六个成就，有没有？从如是我闻一时佛在什么地点有什么众，光是众就已经念这么多了哈、啊。好，那。这个接下去呢才会是进入别序啊，通序之后别序啊。好，我们这节课就先讲到这里，阿弥陀佛。